这中秋节呀，是世上最美好的节日。哎，你们谁知道中秋节的来历呀？先生，我来说。古时候有一个大英雄叫后羿，他射入了9个太阳，还娶了个漂亮的妻子叫嫦娥。嗨，嫦娥，怪不得是你要说呢，原来是嫦娥呀。当然了，羡慕吧。<笑>那后来呢？ 后来啊，嫦娥为了不让长生不死，要哭得浑身手中，就自己喝了药，飞到月亮上。啊，多感人啊！哎呦，月亮那么高啊，她不怕掉下来。二闹，你真扫兴！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之后，纷纷摆出香案，向 诚实善良的嫦娥来祈求吉祥和平安。后来，中秋节拜月的习俗就在民间传了开来。哎，先生，我爹每次都做好多月饼，为什么都要吃月饼啊？二愣有进步，已经知道思考问题了。<笑>先生，二愣其实是不想吃月饼，谁说的？ 我吃啊，我吃，不过我是吃皮儿不吃馅儿。这不管是吃皮儿还是吃馅儿，月饼是什么样子的？圆的。这表明我们追求的是团团圆圆。哦。在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、赏月、喝美酒，哎呀，岂不妙哉？哎，你们接着聊，我去就来。先生，行。 娘子，啊，相公，怎么了？刚才听到你说一家人团团圆圆吃月饼，我想我爹娘了。哎呀，都怪我，我不应该说这些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 也不知道布三现在到哪儿了，相公，这回咱们回去多住些日子好不好？好，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？哎呀，回老家，少则十几天，多则数个月，这万卷楼这些孩子们让我放心不下。你给那些孩子放长假不就行了吗？这夜精于勤，荒于嬉。 你什么意思？看来你是不想去喽。哎，娘子，你听我说，你看，要不然咱们再等一等，等到春节。春节？哦，你中秋推春节，春节推端午，端午又推中秋，这推来推去一年就过去了。我也想去拜见二老，可是我……行了行了，你不要说了，你不想去啊？我和芊芊去，我这就收拾东西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和芊芊去。 我和孩子们这万卷楼的伙食，那不容易吗？我蒸500个馒头，再烙500张得胜饼，够你们吃到我回来了吧？主食是够了，这副食……什么意思？你还想让我给你们炒500个菜呀？没门！我告诉你，那给烟500斤咸菜，没门！我告诉你，200斤，郭子瑜。哎呀，你爹。 来信了，在哪儿呢？来，别着急，慢点儿。我爹果然没骗我，我爹说不是将与我团圆。哟，好好好，登科这回可真是说话算数啊。嗯嗯，你看把孩子高兴的，家书抵万金，父子情深呐。是。哎，我爹还说给你们每个人都带礼物了。真的？太好了。 登科从来都是玻璃耗子琉璃猫，根毛不拔的，能给咱们带礼物。师娘，您说什么猫啊？师娘的意思是说，你爹要能给师娘带只猫，那就好了。哎呀，东郎高兴了。不三，你坐。得嘞。啊，今年中秋我可有好玩的啦！什么好玩的？ 我三姑奶奶从京城来了，给我带了兔爷，特好，是吗？嗯，那是。
我准备中秋那天拿出来，到时候你们可不要太羡慕。我拿月饼跟你换。好，嗨，算了吧，就你们家做的那些月饼啊，全都是肉馅的，我吃不惯。阿T，这回你家人够多的，特热闹吧？那是，今年的中秋我可得好好的玩个够。我爹把我二伯家的人都请过来了。嗯，东郎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在门口呢。这两天也不知道他怎么一有空了就往那儿跑。哎，看来东郎不想当状元了，哎，想当门生。东郎，爹，嗯，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爹，爹，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想你。来来来来，东郎儿，我哭，我哭，爹，这不是来了吗？快坐。爹给你带什么来了？来，新鞋。嗯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快试试。喜欢。哎呀，疼！啊，爹，鞋小了。儿啊，你长个了。哎，东郎，来，来，拿着这个。明年呢是你的本命年，带上这个，去病保平安。嗯，哎，爹不在身边，你得学会好好照顾自己啊。爹，我知道。哎，吃，嘿，吃，糖。嗯，哎，真甜。甜哈。爹，您也吃。哎，哎，爹。你的手，手怎么这么多老茧啊？写字儿磨的。不会呀，这要写多少字儿啊？我也有，不过比您少。嗯，读书人苦啊。东郎啊，你越长越像你娘了。爹，你娘长得什么样啊？你娘啊，长得可标致了。爹，我准备了好多纸钱，中秋时我准备去坟上看娘，我还有好多话要跟娘说呢。东郎，东郎，回来吧。哟，赶紧进去吧，别让你师娘着急。快快快，拿着拿着。哎呀，好精致啊，相公你看呀，金光闪闪。可不，嫂子就是懂行，一过眼就知道是好东西。据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。嗯，那朝廷怪罪下来，岂不砍头？啊！哎呀，瞧把你吓的！这个是按照宫里的样子仿制的。拿着，拿着，拿！哎呀，都是自己人，就不陪你说话了。我去试试。去吧，去吧，嫂子。芊芊，有你的礼物，拿好了。别掉地上啊，这可是上等的纸粉，哎呀，那宫里的娘娘才有资格用呢。这样我就能比嫦娥更标致了，谢谢。当然了，那我也去试试。哎，去吧去吧。没出息这孩子。我有，不是，我是说我嗓子不好，没有要东西的呀。拿着，这么大，打开打开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可不敢啊。嗯，拿着，这可是个好砚台呀。咱们文人呐，玩就是玩这个雅趣。子瑜兄，你不俗，
我送东西也绝不能送这个俗东西啊，留着自己享用吧。那恭敬不如从命。你放心，我替东郎保管着，等这小子长大了以后，我再转送给他。哎，用不着，东郎有礼物。我还有礼物啊，爹。哎，东郎，拿着。兔爷。对喽。爹，我太喜欢了。喜欢吗？哎呀，喜欢，非常的喜欢呀。漂亮。哎呀，东郎。你和你爹相见，应该多看看你爹，跟你爹多说说话。我说话，爹，咱俩好久没有在一起过中秋节了。可不是嘛。那真是对酒当歌，泪作伴呐。这在外漂流的日子也着实的不易啊。这东郎啊，哎呀，早也盼，晚也盼，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你看这小子高兴的。是是是。放心吧，子瑜兄。我们爷俩好好过个中秋，好，咱们啊划船赏月，吃月饼，对，还有月饼哪儿呢？你还真要走啊？可不真走吗？难道我打包袱玩啊？哎，不不不，我说，那个莫急莫急，你没看见东郎和他爹呀？和和美美的，我不能只看着人家团圆吧？是啊是啊，但是，你好，就算你走，那你回老家要住多长时间啊？这么大个包袱，我想住多长时间住多长时间呗，住到我高兴为止。你是高兴了，那芊芊还要上学呀？那有什么的？我在当地给她找个学堂，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嘛。我怎么了？要跟我一起走吧？嗯，不可不可，我这边学堂还有学生，我怎么能？你是铁了心，我说什么你都不跟我走是吧？啊？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娘，我收拾好了。哦。芊芊，你怎么能收拾这么小个包袱呢？你看娘，你得收拾娘那么大一个包袱才对呀。呜呼呀！你看啊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得带。如果你在那边睡得不习惯的话，咱们可以把床都带上的。啊，搬家呀！爹，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？哎呀，本来爹是想和你们一起同往的，但是呢，爹在这边学堂里还有学生，另外啊，乱七八糟的事儿需要处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芊芊，你不用劝你爹了，我就不信了，没了张屠户，我还得就吃带毛的猪。芊芊，走，娘帮你收拾收拾去。好，中秋节我一个人过。先生，这师娘和芊芊到底去哪儿了？省亲。省亲？是啊，就是去看望远方的亲人。哦，先生，那您为何不去呀？还不是为了你们。先生要是走了，怎能放心得下呀？就是你们有了问题问先生，就随时可以问呐。哦，先生是为了我们好，先生一定抓紧这段时间，没有疑惑。胡说，那先生不就白留下了？学而好问才对呀。哦，哎，先生，那学生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不知可好问？问。先生，您看啊，明天就是中秋节了。今天能否什么？放假呀！放假，放假。先生，我们家的亲戚都来了，我这回回去也算是回家省亲了吧。这个，哎，先生，我们家也是。我爹说这几日店里特别忙，让我早点回去去帮他。先生，您看能不能这个那个？好，你们在这儿学习也是心不在焉。放学吧。真的？是真的？你要再问，我就改主意。啊，不问了，不问了。哎，放学了，放学。先生告辞了。好，走吧。杏花。我们都走了，那您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你就不要关心了，没事，走吧。
先生，我留下来陪您吧。哎呦，不用不用。先生，我奶奶说人就怕独处，很孤独很寂寞的。是啊，有你这句话，为师就心满意足了。先生，真的不能一个人，会出事的。出事？出什么事？咱们院子里有一口井，你要是想不开的话，万一……我疯了。先生，咱们厨房有那么多的刀，还有斧子，你要是想不开的话，万一……我自杀？笑，我干什么？误会呀。怎么了？是我前几日刚买了几尺白布，您要是上吊，你都想到哪儿去了你？没事儿，先生，我愿意留下来陪您说话也行。嗯，行了，你别跟我说话了，我早晚被你说死。来，走回家，跟家人在一起好好过个中秋节。哎呦，先生，我还是不走了，万一外面打雷闪电，您要是……被雷劈了，好啊你！我就是被雷劈了，我也要先把你送回家。娘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哎呀，我怎么舍得把你爹一个人留在家呢？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娘，你咱们是不是不走了？哎，芊芊啊，你到门口看着点，你爹来了告诉我一声啊。嗯。哎呀，有鬼！哎，腹中饥饿难耐，哎呀，什么吃的也没有啊。实属可怜呐，就剩下两块德胜饼。想那平时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我娘子做的饭菜虽然说难以下咽，却也可以果腹啊。哎，我娘子看到我这般光景，一定会难过的流泪呀。哎呀，都馊了。本想和娘子他们一起回去，哎，现在只有遥祝他们一路平安。哎呀，还是多喝些水吧。娘，娘，你哭了？没事。娘，咱们还是不走了吧。不走了，不走了啊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我那芊芊还有我那娘子，一天到晚在我身前晃来晃去，倒也无所谓。这么一走，不出一日，哎，甚是思念呢。也不知道他们一路上可好。可曾看见那明月？爹，我们看见了。看见就好。爹。芊芊。是我。哎呦，我的女儿！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娘呢？娘。娘子。你转过头去。娘子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还不是不放心你呀！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！哎呀，爹，娘不舍得你一个人过节，我们就回来了。是吗？哎呀，好好好，想我郭子瑜何德何能，真是谢天谢地。相公，这会儿倒是懂得人情世故了。今天过节，我们陪你不走了，好吗？好，可是。那父母思念女儿，
事啊，看来只有等明年了。明年中秋，我一定陪同你一起前往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要是舅舅也在，那我们家就团圆了。是啊，是啊。但是诗里说得好，此事古难全呢。姐，姐夫。舅舅，你看，这是说舅舅，舅舅就到啊。回来。好了好了，一家子终于团圆了。团圆了。吃饭，姐。哎，别忙，报告你们一个喜信儿吧。什么喜信儿？我把咱娘跟咱爹也接来了。在哪儿？就在门口啊。哎呀，快去接呀，娘。少年郎上学堂，背诗文头，头脑。